潜心随喜，静常心愿，客住佛地，亲离妙法，是佛所护念，众生皆得解。用心，咱来解了解法啦，就是阿弥。亲嘛，真亲，但是呢，咱爱知影，迄个亲的法，爱用什么款的心去接亲的法，法亲心爱加佛法啦。当这一亲，咱那是用千金的眼光来看佛法，那咱永远呢都看不到法。法，咱本身都感受不到法的妙啊。所以咱接近法，感受到心会当欢喜，那都爱用潜心修法，才有法度呢欢喜呀。所以呢，潜心随喜，吼，随着法呢，咱。欢喜呀！这一般，那一般的人都会当随时发受用的心，在生活中呢，都行在佛法里。这做得到，不是做不到啦，那那。可以用心佛法就在日常生活中啦，亲像讲菲律宾遐有一群人，这几天我就是真赞叹，遐的人真欢喜，啊，我是赞叹什么呀？啊，因。又是欢喜什么呀？因为欢喜呀，就是在现象分端欲法举行着孝亲活动，规个庄头啦，一个活动中心，虽然。今年啦，有新冠疫情，所以呢受禁令。但是呢，迄个尊重佛来人间，佛诞节啦，他们呐也是真重视，所以。在那个活动中心里啊，举办一会，同时呢，主席所提倡孝亲，他也是照常办起了孝亲，因为母亲节嘛，就甲爸母。也带来同时佛诞节了后呢，做囝的，就是用一盆水啦，请爸母坐好，保持距离规矩，还是呢，底下蹲下身来欢喜呀。向父母
洗脚啦，欢喜，亲子欢喜，这种父母足感动的，囝呢真欢喜，所以这就是因已经将佛法啦，已经入心啦。每年的这个时，就是佛诞节，佛诞节变成了因每年一个真重要的节日。会记得过年，牛啊，甲主人同时调山。今年呢，就大家人甲一个一佛台去设置一只牛主人的土地面顶，遐也可以一个一佛的点。那一只牛啊，甲主人同款也伫迄个所在，同时呢，屈膝礼拜浴佛，这也是足感动人诶。大家人知影讲，人间恁啊，有一个伟大诶人出生在人间，那叫做释迦牟尼佛，他来人间。就是向人间呢开始真多呢做人的道理，所以因甲这一天呢，就是因的重要的日子，都是啊人爱去行，身体力行，真实道理。这些法义力展现在人间，佛法人间的道理啦，这真感动。搁另外一位呢，是宝和道，又是搁另外一个道咯，那是。这位黄居士啦，伊伫遐，甲大家人呢分享同款，伊啊用这位地方四十外人，少少人啊，大家人伫遐浴佛，伊甲大家人讲话啦。伊讲，唯一会当解决新冠肺炎的危机，就是上重要的，是每个人爱露宿、爱素食啦，并且为人人做好代志，除了素食，还阁做好代志。欢喜，也拢正听师父讲的话啦。我阿弥陀，因着甲这个话呢，自己身体力行，也去宣导，予大家人听。一批一批，毋是真多，二三十个，伊着可以一提出，他伊会。向大家人讲阿弥的话啦，啊，这不是伊叫人安尼做念念，其实是家己安尼做过来，因为伊在2017年来台湾啦，第一次呢来见师父，敢若看到师父安尼转去。
开始素食，并且呢，开始行动呢，去做学生，这就是因，安尼开始做主祭人啦，开始展开主祭事，救贫助学啦，拢做啦。搁另外一位被助学的学生啦，这位学生李义呀。带着妈妈来参加义诊，那这一位啦，虽然即马已经大汉啦，甚至呢，嘛做出了一项即回义诊啦，予我真欢喜、真感恩的代志。这个囡仔的故事，终于误会啦。迄个时，本来真活泼可爱，但是厝诶啦，伫咧做迄个牙齿钱义务，他伫迄个机诶面顶啦，就是无小心滑落去，手呢烫伤啦。变形啦，从安尼迄个变形真厉害，伫迄个所在医疗匮乏嘛，家庭贫困，无奈呢，从安尼大汉嘛，迄只手啊，一直呢唔敢拿出来看人。常常压压啦，一直到甲当着主祭，主祭不只是该助学，搁再安排伊去手术，去恢复手的功能啦。所以呢，他恢复了伊人生的信心啦。所以用感恩心画出了一幅图，看不出讲吼，那是拍的像，或者是画的像。那张相呢，画甲真像。上赞叹的呢，就是那件衫，那件朴实的长衫呢。画家吼，这个衫安尼衫粉啦，衫的颜色啦，亲像画的一块布做衫，迄、那个钢笔啦，是画得真水，真正是足无简单。原来迄只手，伊的人生是。废掉去的手啦，竟然安尼一个动作，那一片的心，本来是要给助学，就是发现到去给手术，所以伊讲伊的人生啦，是主祭为伊改变的。虽然现在的手不是正常人，亲像安尼，确实呢，五支镜头啊分明出来了，一点啊会变形。不过呢，比伊过去啦，哇，都差真多，伊都真满足啦，满怀感恩哦，想要回报。用伊个画笔啊，画出了安尼一相，就亲像佛诞节啊。咱看到的迄张相啊，乍看起来好亲像纳履足迹的迄张相，原来
是十二宿去把宿出来。九个人一针一线把十二宿起来，这呢也是同样在菲律宾，是不同的道，却是呢同样的心啊。这人间啊，其实呢都有真多不可思议，尤其是那位要用手画，那原来一支笔啊，一张纸，或是一块布，因都有法度把一支笔插在迄个纸里，把一个人的形象呢，会当画甲遐尼成啦。尤其是迄位手不记全，对咱来讲，伊已经是变形不齐全啦，恢复未到转来，亲像咱平常人的手。但是呢，伊用满足感恩的心，也有法度画出了遐尼亲像的像。这就是法，讲话法，讲话法，就是法啦。所以讲起来，这个法叫我毕业起来有法度无？我都无这个法，伊有安尼个法，迄个十二修啦。叫我一支针拿起来来绣，不是家己一个人绣，是人人相配下来绣。九个人绣一张图，会当一针接一针啦，接甲呢，安尼规张图啦，就是甲纳里组织无过样。迄、那个字甲相，因为安尼个法，那准我是伫迄个九个人个内底啦，无听到我配合袂到迄八个人，那迄张相都无成相啦。因九个人合心一张相。一个人手不记全，他画出了安尼相，这都是法啦。用心就是法，真心就是法。所以人人都有安尼的功能，只是你用心去学画。一、那个话都出来了，德慈慈师傅不也这样吗？几回啊，他山水画、人像画都有法度，他有安尼的法，啊，我都无安尼的法，所以吼、哦，这就是法，只要你用心，你就会当开。除了你的心灵，你的心灵就是你本具原来有的佛性，所以佛性万灵啊，无所不有，真正的顺境应着万法啦，在咱人人的心灵的内底里，这只爱咱。用心、潜心，而且爱欢喜、有兴趣，这潜心随喜，咱嘛会当提来安尼讲啊。
所以呢，经常信愿，伊做会出来，我家己嘛有相信，我嘛做会出来。这，那用转过来啦，人生叫做生活化。当然啦，以佛法来讲，唔是讲遮尼简单，但是呢，伫别人会晓的，我家己伫人间法，我都无法度，嘛是真无简单。总共一句，你要想的简单就简单，随时就成就功德啦，因为你的真诚诚心，都是要靠这颗心啦。所以安尼不断增加咱的信愿，所以讲开诸佛力啦。咱若会当有心学佛，咱完了用深心随喜，那不只是深心随喜，听得咱真欢喜、真清楚，搁再看到别人呢，也遐尼真心，哇！对伊的信心，伊增加我的信心，我是安尼相信，对方也安尼相信，那信我增加我的愿力，因为人人都相信。这个新的方向啊，是正确，所以爱个增加咱的欢喜心，咱的信愿力，所以合伙合协啦，讲一个方向啦，信愿行吼，那是会当，甲大家人合合起来就是安尼，也那家己呢，对别人伫人群中。咱也起欢喜，无离开信念啊！咱家己爱不断呢接近佛的教法啦，对家己的信心不断呢提升，所以安尼开诸佛力，佛佛多多，释迦牟尼佛，人人都是佛。这佛佛多多嘛，只是一个你大乘的法门吼，那都有讲卡明啦，那龙经啦，就是毕竟啦，拢总有伊道理在吼，所以亲密妙法，真正是真亲密啦，佛法呢？真是亲密啊，所以我常讲三理四相，三理有生理、物理、心理。物理呢，那就是所有世间所看得到的物件。有物有色啦，这些物件，一直到个大地万物啦，这拢可以解纳入啦。譬如做物理，纳入了物理啦。啊，物理呢，内底有形、住、坏。空四项的相啊，成啦！我研究这项物件成功啦，本来无的啊，成功啦！哇，偌久无看到你，搁加一个囡仔哦！本来你的家庭，迄当阵才一个囝，一年外后搁看到啦。啊，佫加一个啊！原来无，偌久的时间再见面啦，
我加一个啦。本来这片土地呢，也够真简单，过偌久来造景起来啦，有景观，有花草，这原来无，后来有，所以啊会有一点点伫咧无，这行住都有啦，伊会变形。遮个花草若无去甲整理，一段时间啦，花草就变形咯，树啊会较大丛。那迄个草杂草丛生，无甲整理好好势，花啦、谢去啊啦，等等嘞，这有形的物件变啦，哦。山，几年前来，这粒山真水，啊，那几年后来啦，这粒山哪会变安尼呢？一定的水灾啦，已经崩了山啦，这山已经欠角去啊啦，真的同款。也是坏啦，所以行住坏，过后呢空啊，地球的面顶形形色色都是行住坏，到噶不断不断啦，地球被破坏啦，人类的破坏。大自然的破坏，终归呢，就是归于空，这是毁灭啦。大地面顶什么都无，一切重新再来，都够原始人，没有错，就是安尼，究竟何事啦？这。是啊，行住坏空的道理，所以物理行住坏空，事上先空有生理，生老病死。我的囡仔时代，我的少年时代，我的中年时代。起码是老年咯，这都有熟。到最后迄一天，迄个熟老落来，过来都无啊啦。生老病死都无啦，心呢，心住意灭啦。生出这粒的心，这个念头在心里，生住，这个念头住在心。感觉唔对哦，变啦，变啦，无共啦，这无共就是因，各样去啊。这个证明，我想要往这个方向行，转这个念唔对，我应该转这个方向，这就是变移啦。那要去迄个所在，无啦，过迄边去，脚只打去啦，这边断啊，那迄边生啦，所以呢。这边灭啦，都无啦。总共一句，这是心理。人讲心内未定，定定讲爱戒定慧，定爱定落来，
凡夫就是定不下来，所以对着心念转，定不下来。修行就是希望咱这念心要定下来，定下来的凡。所以讲，在这个深微妙法啊，法是真深。正面讲到，在离台湾遐尼远啦，菲律宾两个无同的岛，两个同一个心，就是为佛诞节。真侪人拢无同的故事，都是感动人。同款的道理啦，伊是深微妙法啦。归纳转来呢，总是法生活中有正念的法地咧，所以个人无同，即真深。微妙的法啊，人人都有法啊，只是大家人法无同吼。向善念，那人人为善，善法那是向善念。也那一念，个人无同款的念，个人都为家己自私，那就人人拢是恶念。这。就是人间的恶法，世间呢，人人拢未共一个善的方向，所以世间恶法偏多，拢是自私我家己，所以这拢是恶吼。所以咱来多忏悔，是佛所护念众生起地见，佛陀一大事因缘来人间。就是为着要净化人心啊，带动人心啊，向菩萨法入灵群救度众生，共同一个好念啊，共一个方向入灵群啊，去度化众生，这叫做动起善念啊。所以法师品呢，要一段文安尼讲：若有能修持《妙法华经》者，当知佛所示，悯念诸众生。这是《法华经》的经文。那是有人修持《法华经》者，咱也知迄个人伫咧修持《法华经》。咱就知影，这个人呢是佛的使者，有使命啦，来人间啦，要去悯念众生，那是行菩萨道的人啦。希望咱大家人拢是佛的使者，来人间行菩萨道，人人爱对自己自喜啦。那就是佛给咱的使命啦，所以《多罗尼品》呐，搁一段文也安尼讲：佛过诸罗刹路，现在现在，怒定但令用火修持，发花明者，何不可量？看，连罗刹利哦。罗刹利是非人呐、啊，《法华经》上呢，佛陀向罗刹利交代呀：，您既然来听佛法，您一定呢爱拥护修持《法华经》的人。你若会当拥护修持《法华经》，你的福啦都真大，不可限量。看看，非人佛陀要劝他用好修持《法华经》的人，安尼他也有
福哦，这可见啦，咱对《法华经》行菩萨道啦，在人间，人间呢本来就是靠近的菩萨道的内底，那就是《法华经》。安尼伫咧修持，大家人呢都是转变人生，这就是菩萨道去教化众生啦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啊，释迦之说法华是运转利用法华而制度众生啊，众生只听法华，是为法华所运转而必度呀。佛陀讲法华这个名称啊，是运转法华来制度众生。讲《法华经》，那就是教菩萨法。教菩萨法就是要来制度众生。啊，众生呢，那会当听到《法华经》，众生只听法华，是为法华所运转而必度呀。因为《法华经》转啦，众生呢必度啦。所以一句话讲，迷者法华转啦，悟者转法华。咱也是听了后，知啦知啦，我已经体会，我也身体力行，我也做到啦。那这都是伫咧转法华经的人，佛陀教咱了后，咱会当用入去，用团啊，团听而团啊。再团再团五十人，这个团不是叫伊去学话，团话尔尔，教伊安怎做，安怎讲啦，就是菩萨团五十代，亲像咱自济人啊，自亲为缘啊。啊，这个是我度的哦，啊，这个嘛我度的哦。那伊度的这个，过来介绍讲，师父，我是某某人度我，我过去度伊，那伊过去度别人，啊，过落去这个过来讲，因为伊度我，啊是。他是谁度的？啊，伊是啥人度的？这种呢，一个一个，但是一个一二十，十二百，就是啊，伫咧安尼行，伫哪伫咧行呢？还是安尼团啊？就亲像佛陀来说法，那伊地主呢？偌济地主，遐个地主呢，一个再传一个，啊，迄个一个再传的一个，再个传，总共一句呢，度化众生呐，法华一转呐，菩萨道转，那众生轮就转呐，了解他。就搁再来转轮再度度众生，所以佛陀一直传到现在，已经偌济人啊，带着古经，也是转法轮啊，大家人听法了后，就法啦，而转，这都可以，安尼呢？五者转法轮，所以呢，也咱也未悟，
啊，就法轮转，吼、哦，那转法轮，法轮转，吼、哦，那大家人爱用心啊，佛陀呢来转法轮说《法华经》，度众生啊，入佛陀，佛知佛见呐，那众生呢爱悟吼，悟、哦、佛的知见。即无量功德之上无断绝啊！咱大家人众生，就是我做功德哦，所以我有相。我已经捐偌济啊，我都要互恁甲我赞叹哦。那我已经是学啦，学真深咯。那我。要做学者啦，我有学者相啦，那我有中者相啦，我是自亲，我是有啥物相？其实呢，你的相，你嘛是去学出来才有安尼的学啊，你有法度无私自学，行无？大家人都是拢安尼过来。除了佛陀啦，自我觉悟啦，也那无呢？咱拢嘛是学来的啊，所以学来的也更感恩，因为呢，觉有环境去学，所以才有觉。这都是有学者，在《法华经》内底啦，学与无学是品啦。您会记得吗？有学无学啦，有学的，那就是还搁伫咧学的啦。无学呢，已经唔免搁学啦。佛陀伊嘛唔免搁学啦。所以呢，学与无学，共会一处，《法华经》的视频啦。所以，其实呢，上。爱断吼，那应众生之机，众生的类型啦，伊的根基啦，你亲像迄只牛，主人嘛会当个教，它也会当学啊。那人呢有理论的根基，众生呢有无同的类型，佛陀的法。都可以呢，普比众生，都是随机祷告吼，啥？尤其是人呐、啊，日数的种种之利益业用之不可思议啦，真呢，就是干那滴要讲的大纲啦、啊，迄、那个内底记出来呢，都知影讲法。迄、那个深微妙法啦，干那即几句，我安尼干那写落，甲恁解说，我家己个解说，都爱用较侪时间。经过恁个解说，应该呢，各有各人无同个见解，所以一法生无量。这前面个文啊，讲。既见是以皆大欢喜，得未清幽，即是诸天以虚空中，故生畅言。故此
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阿僧祇世界，有国名萨婆，世中有佛名释迦牟尼。这是怎讲过去的经文啊？诸来菩萨啊，诸佛啊，拢来到宝树下坐定啦，呀，一个真多，所以还佫有伫空中一直伫咧来哦。这个中间呐，大家人开始时间到了，处事好势了，就远远的所在开始呢，都有安尼伫咧讲，真长久，真长久啦。真远真远，无量阿僧祇世界，阿僧祇就是无量数啦。这个无量数的世界，隔离咱真长无量的世界，就亲像咱伫咧连线，倒一个国家较近，还佫超越迄个国家过，佫超越迄个国家过，同款的道理。愈超越国家愈远啦，咱即阵要讲菲律宾，啊，近近啊尔，离菲律宾搁较远去，再搁较远去，哦，因真侪道同款的道理，所以呢，这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阿僧祇世界真侪。隔离真远真长，迄个方向，遐有一个国度名叫做沙婆，就是咱现在遮啦，甲咱足近的，因为咱是生伫这个世界里，所以世中有佛名释迦牟尼，咱住伫甲佛同一个世界。有佛的国界是伫娑婆啦，那就是伫这个娑婆世界嘅内底呢，有佛同住，所以呢，那伫遮，咱嘅教主叫做释迦牟尼佛啦。接落来呢，佫讲金为主菩萨、摩诃萨。说《大圣经》，名《妙法莲华》，教菩萨法，佛所护念。这经文真浅呐，就是安尼。现在这个大会的大众，就是无离善友的观想，那就是菩萨群呐。常常呢，都是伫咧讲菩萨法妙行，就是六道妙行啦。思想都是在法华会上。你定当潜心随喜，亦当礼拜供养释迦牟尼佛。这也是经文，那是真浅呐。就甲大家人讲，恁爱会记哩真恭敬，同款呢也要潜心随喜。这个所在搁一个潜心，潜心随喜，大家有一个潜心。这个所在还是潜心，天宽大众，这是天人哦。啊，甲大众讲，唔通空过。都在礼敬释迦佛，令发潜心随喜妙法，
大家人爱发心啦，这是天然哦。搁再劝，劝大家人爱敬、爱尊敬释迦牟尼佛啦。这就是咱爱知影，法就是安尼，佛世界的法，跟凡夫世界的法，咱无法度过着佛陀的世界的法，但是咱用佛陀的教法用在人间，所以拄则会引起了人间呐、堪忍的世界，菩萨行入苦难众生的地方，咱要用什么法，互因欢喜接受？咱要用什么法，会当解除伊的苦难？这呢是上重要，所以大家人这段文要用心，但是呢，那段纲要啦，已经写出来在那个所在，大家人看《大书记》，这就是历史是真实化，请大家人时时多用心。